讲话，所以呢，因人因时，虽然伫这个时阵、这个所在看到这个人，现在我虽然有听到这个人有什么款的缺点，或者是呢，伊有什么款的心思，那我是不是伫这个所在、这个时间，安尼甲伊讲？安尼有成熟也未？代志是毋是清楚未？那这个时间，伫这个所在，要对这个人，是毋是？甲伊讲这个代志有成熟也无？这个时间就是因时吼，因地，那么这就是伫这个地方。时啊，生肖啊，也面对着这个人啊，在这个所在呢，真多好。所以不管做什么代志，咱都爱有迄个智慧去分辨，吼、这叫做第一，第四处非处第二。那第二呢，是第三世业报。地力吼，赶快是地吼，咱应该爱知啊，三世业报的地力。有的人啊，我知识分子啊，我是安怎爱去相信因果呢？其实因果啊，就是愈知识分子啊，才都爱愈相信因果。一寡伫咧做研究的人，伊应该更搁再爱相信因果。伫咧研究的过程中，我为什么要去做研究？用什么物件、甲什么物件来汇合结果会成什么？这嘛是叫做因果啊！所以因果，那就是。一旦显现出来，结果显现出来，所以这叫做有这个因去汇合起来，就成这个果，这叫做效率。因为你的努力，结果呢有成就这个效率，吼、哦，这嘛是同款的意思。三世。三世不是只有指过去生啊，我知道过去生什么代志啊，现在生未来生，说三世不止，不是这样哦。那呢，不只是在过去的一世人，佛陀讲啊，过去无量劫以前，不断不断累积来，所以不只是前世人、一世人，咱有比前世人搁较久、搁较久的时间，那不是干那一世，决定也搁有来世，绝对有的哦。所以不只是干那决定有来世，也搁有无量无数劫的时间。所以生命本来就是安尼伫咧轮回啊。咱应该爱知，爱一定爱相信啊！三世是指时间，拄只迄个时间过去啦，一秒钟前过去啦，现在一秒钟，真紧又是个刷伫未来的一秒钟，短时间啊，算秒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干那一天的时间，86400秒，你想，咱干那过一天了点，咱已经呢过了偌济呢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世间代志拢是同款，伫时间的长甲短呀，都是有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一切的事物啊，一切善恶啊，
拢是伫迄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时间呢，伫咧成就，为善者得福啊，为恶者就恶业。所以，这是本来的定律，无有地无的分别。无讲什么人偌呢有智慧，伊就会当破无因果。愈有智慧的人，愈爱去相信因果。所以咱佛陀啊，伊就是第三世业报地力。咱若知影这个业报的地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感觉搁做歹代志呢？你感觉搁犯错呢？你感觉搁去惹一寡呢无明烦恼来填白咱的心呢？啊，简单就好啦，行前脚，放后脚，什么好计较嘛？嘛，不懂，他就是用这么简单啦来教育。所以众生敢那伫迄个所在安尼呢，复杂颠倒着，所以伊无法度通通达呢三世业报的道理，无法度通去通达。所以这个地念呢，敢那生未起来吼，生长未起来，这都是叫做凡夫啊。但是呢，圣人觉者他就知影三世业报。地力有这个地力，那第三呢？第三昧解脱地力，三昧就是正定嘛。咱若有正定，就有正明。定就是心嘛，明就是咱的心明嘛。咱的身躯呢，自然嘛，都会当不邪不偏。咱所做的应该拢是对的。这嘛就是我常常咧甲大家人讲，心中有佛啦、啊，佛就是觉者嘛。咱的心爱常常觉悟着，咱爱有迄份的智慧、慈悲，这就是佛心嘛。智慧行头前，慈悲伫后边。也那是对人呢，咱的慈悲伫头前，智慧搁伫后。定定呢，就是慈悲智慧啊，智慧慈悲。你若敢那慈悲呢，这有时阵啊，嘛会错啊。所以呢，世间事真复杂，你要安怎会当头做出了迄份呢清净无染的大爱？我一位诸行啊，他本来呢？嘛，足清净的啊，都是非常的端庄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啊，这位妇女啊，啊，拄啊好因缘会合呢，来救济。迄位妇女呢，真忧愁啊，伫遐哭啊，所以啊，伊伫外面啊，安尼看到都该接引入来吼、哦，开始辅导啊。原来这个查某人呢，是先生也未过身的以前，就是忧郁症啊，常常伫咧破病啊。啊，先生嘛真好啊，但是呢，性命无常啊。忧郁症常常破病的人，确实呢也搁伫咧。但爱伊的人，忽然间呢，往生去啦。所以忧郁症呢，搁在开始呢发作。啊，伊嘛知影讲，爱来这个所在找一个身心的依靠，拄啊好这个因缘会合，伊个接引起嘛。这个妇女伊都定定来咯，啊定定来呢，自然啊，伊都会定定甲伊讲话辅导，知影呢，伊有这个心病。伊家己知影讲失了一边的烦恼。